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大师。OK， 现在我们继续接我们支线，待会再去开封。之前码头有一个人，他的那个法簪不见了。那法簪那个不知道是哪一位？他吗？还是他？好，然后再是叛徒小莲，叛徒小莲好像是在某一个巷子里面。我记得在这里附近。这个。魔灵叫不外传心法。你姓白米脸。想阻止他们却无人闻意。OK， 来学习学习。心法，魔力教相当常见的心法典籍，修炼时会侵蚀修炼的心神，没有坚定的意志，往往疯狂而死。修炼王者能提升不少生命，但对内力影响有限，在搭配点伤害对手后恢复自己的生命，感觉不错啊。生命也很重要啦，算生命内衣是最重要的两个。好，再剩一个。好，先这样。存。好，再来是，还有一个任务，莲花扇要给衙门的其中一个人。那我的易筋应该学不到，因为之前在帮法控的时候，我是打败那个小偷的，所以就是拿不到咯。不过算了，我也不想拿了，拿易筋了，随便了。哇，那个，好啦，就这样。那我们快转去开封吧。路上遇到这个书生。费尔派里有个西，费尔派里的西边有位弟子。费尔派在哪里啊？啊，对哈，我们要去白体，差点忘了。好了，我们去解这个书生任务好了，解完再回去开封做主线。我们快转好了。好，有个任务是在白堤这边。白堤找谁啊？哦，对，找到了。师妹，你怎么跟那种家伙在一起？那是帮啊！
单地址。哎，什么时候装备剑法的？嘿，快招！接招吧！快招！别慌，我来帮你。快招！没闪过。别让他跑了！接招！快招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操！嘿，招！算了。别让他没闪过。可恶，没闪过。别让他跑了。放马，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力。我看那个放招式的时间有点长。找你破绽百出的。兄弟别慌，帮你。兄弟别慌，我来帮你。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嫩，牡丹花香气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好，我们快转。然后我们还记得这边有一家伤口吗？这是我们光芒寨救的那个小女孩，马檀香木佛像还给他们。主要是那个八卦点数啦，其他的不重要。然后我们再去码头。好，去码头。好，主要是这个黑衣人，黑衣人会换位置，换位置会卖新东西吗？为什么不能点他？怎么还是蟾蜍啊？好了，那先这样吧。醉生楼，不对，我记得还有一个高粱在哪里呢？我已经知道了。高粱像在那个一个老人扫地那里，可是我说这水井，可是我好像没拿到哦。好了，算了，好了，我们快转开封吧，好像是这一个。可是我还是没找到啊！哦，在这里，陈年高粱酒找到了。哦，比武还没比，好了，那我们把比武比完，然后之后就去客栈，然后就结束杭州的支线，解决了大部分的武副。中粮。应该可以直接秒杀他们吧？看一下哦，好，那些都给了。没闪过。哦，好痛哦！别让他跑了！哼，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力！嘿！一点多大意不得，有机可乘。别让他跑了，一点多大意不得。头目瞧你破绽百出的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！哦，吓死我了！哼，小试身手罢了。他们很强其实不弱。应该用腿法的，腿法应该可以直接秒杀。看招！
看枪。接招吧，别让他跑了。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哎呀，太棒了。一点都大意不得。可恶，没闪过。接招吧，别让他跑了。有机可乘，接招吧。接招吧，别让他跑了。快枪没拿到，接招吧。可恶，没闪过。可恶，没闪过。走。哦，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嗯，好，最后一个。哦，最后一个也蛮强的。先跑远一点，跑跑跑，向前跑。看招，看招，接招吧。可恶，没闪过。太大意了，别让他跑了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这接招接好一点，其实可以是让他晕的。有机可乘，有晕了。接招吧，有机可乘。好，别让他跑了。看招，号码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力。哦，吓死我！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哇，失算。好，我们再去那个醉生楼吗？好，醉生楼给那个陈年高粱就差不多了。刚刚说有一个外来酒是什么、啊、这个世纪有一个外来酒，给他外来酒干嘛？这个吗？海外来的好酒，应该不是这个。然后给完这边的话，杭州的支线算是解的差不多了。哦，这个游戏玩的太累了。这个，好，终于好了。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欢迎到频道主要放图片，按下订阅。右下角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你就能收到通知咯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